那这次呢，我们主要是希望透过这个行程，让柯医师走满整个台北，那也让大家看到我们台北的未来有改变的可能性。未来我们可以超越蓝绿，有一个新的白色力量可以来进入我们台湾的政治，台北的政治。在场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台北七步走的活动最后一站就是来到四芝南村，也就是信义丰民众馆。四芝南村是一个眷村，那这是台北市的第一个眷村，那背后的101大楼就是台湾的第一高楼，虽然都是第一，但是他们却有不同的意义。来，1、2、3，改变城乡，选择台湾城，关心你，关心你。没有错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是可以用爱、用拥抱来拥抱我们的市民，拥抱我们的台北市，也希望我们未来的台北就像一个家庭一样，我们对待我们所有市民，就像对待我们的家人朋友。改变成真，选择高文哲，欢喜你，欢迎你。